在梦中有看见，别惜无等含泪泪，人是花开不着时，只来一春花香味。三房两厅，真正装潢足水的啊！是，我个人一个感觉啦吼、哦。我拄仔甲培安合唱，我爱着培安啊。但是我听黄绮唱歌，又搁爱着黄绮。你来就生变啦。不是会，那是种崇拜啊！是是是是。其实真听你唱歌的话，觉得真的会被你吸引。我想你爹唱歌以前应该很多的那种很疯狂的所谓的 fans 哈、哦、粉丝吧。有一些粉丝就是、当然他们比较不会那么冲动、就是静静的听。是，当然可能有一些粉丝会比较冲动，会跑过来啊，跟你要跟你这个讲话了，或者说，哎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拥抱什么什么的？那你会不会给他一个拥抱？哎、就是，要看情形。有、你又不知道他长得好不好看，你如何判断？看听声音如果像娟姐这样的声音，我就可能会说。没问题，保持。可是如果说那个声音像，会使办一个无？安尼我就是讲，我跟咱签名就好，咱握手就好啦，好不好？是是，你人嘛真不哩现实。所以讲，没有，所以讲哦，咱今晚给咱的观众朋友讲，您抓到机会哈，要给他一个拥抱的时候，一定要很温柔的、轻轻的讲话。其实只要慢慢拉共，应该都想象空间无限美好。所以黄绮是遇到要给你拥抱的状况了，吼。对，别人听讲有人牵。那个天下有啊，来对，有啊，嫁给有啊，捌拄过啊，女生哦，无啦，啊，男生吗？你讲的物件，我讲，不，我讲个物件，我讲的是欠钱，不是哦，欠钱那是算对阮较好啦，哦，有拄到一种，伊个寒天不是大家拢穿
大衣嘛，对，外套，我跟你牵起来。点歌，我咧讲话，行到你面头前，安尼开开，哦，啊，只一支枪，哎呦，啊，就甲你讲什么歌，爱就行落啊。啊，万一迄条歌那袂晓唱，袂晓唱，啊，佮真正袂晓唱，是啊，即下边喏，即下边喏，哦，偏偏，无，歇困的时阵去甲回，甲讲真正袂晓唱，歹势，哎，来唱的，切多人目屎。那后来你有没有学会这首歌啊？没有，因为他有没有再来过？如果有，我也假装没有看到。那万一他又过去又亮一下给你看呢？那我只好跟这家店请辞哈，我是你爱狗。没有，我怕你当下就过不了关的，你还请辞。因为在怕这种事常发生了，真的在怕这种事常发生。阿伯的是唱情话啊，哎，你等下定唱歌哦，就老累了哦，你得看门口有人拍你吧，拍你吧，嘿，拍你吧哦，打架打进来，拍你吧，这边伊阿个轻轨，啊，拍个门口伊阿个拍过来，这好像电影情节哦，嘿，阿这边一个拍过，阿你唱你的，阿给嘿，我因为。宾馆的经理讲未使停，未使停。宾馆经理个逼讲安尼未使停，爱继续唱。我就看人家拍来拍去，拍来拍去。啊，无计时啊！我走一巴台，计时归得。哦，对，啊，你敢唔惊？我们家万一不离，都要不会来，很怕。其实很怕，可是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家己有团嘛，啊，团员弄乐器嘛，我饥饿回头个团员讲，脑袋几年来行走。无因家己拍那边那走，我卖孤单，我得在走啊。有代志，家己在动。对。